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公宝。在中国的农历虎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新闻、欧洲太极文化论坛和英国德印太极学院联合举办虎虎生威春节联欢会，在此特地表示祝贺，并向大家拜年。太极拳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同时具有广泛的世界性的现代化的价值，因此受到全球各国人民的喜爱，在欧洲也流传广泛。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欧洲太极文化论坛联合国内外的广大的太极拳的名家传承人举办了线上的太极文化论坛活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那么在中国的传统习俗里边，虎是一种勇气、力量、生命活力的象征，在太极拳当中也有抱虎归山的式子。抱虎归山就是把我们的身心安放到大自然当中，回归我们身心的本质。练太极拳能够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心情更加愉快，所以太极拳作为人类文化健康和平的一种文化遗产的象征，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必将在全球发挥它日益扩大的影响和作用。在此祝大家身心健康，阖家幸福快乐，祝我们的联欢晚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